六四事件，我是中华民国海军，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六四事件，我是中华民国海军，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如你执意进入我24里临街区，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。分割的一部分，火箭再次正常航行，注意与我保持安全距离。